转身运球是我自己最不喜、最害怕去做的一个动作，是因为它有很多视野区的盲点。就比如说，我现在进攻的是这个方向，可当我要转身的时候，我现在有护到球，可是我转到这边的时候，我看不到你们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你们会发生什么事。那我可能会用最快的速度转过来，转过来的时候发现没有人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已经从这边在投我的球，所以这个是我最不喜欢做的。尤其的解决的方式就是我要转身，遇到这边的球一定会拉开来，确定这边这个人有没有上来，然后确定这个人有没有过来，然后我再去下这一颗球。所以我会，所以我刚解动作是，就是让球不在空中的情况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所以快一点就会下球。这是一个方式。第二个是，我确定这个人上来了，我就会直接把脚卡到后面去，就是直接把球拉开，把脚卡到后面去，然后把球拉开。